白色波，第三次開始轉變。十七號前面空曬，自己鏟入去兩分差。22-10啊，等入波係自由分，幫一幫啊，自由，但係我進到嘅一個情況。哇！天花板，認錯啊！認錯小朋友自己隊友啊！17-24，24突破大走步啊！有嘢頭先喺打無機咧，跟住佢唔使出去嗰個，佢唔使走去底線。你上次走去邊線唔使啊？佢係即係三號區啊，唔係四號區啊。七號波。十七號嘅 Steve， 自己上啦，冇入到啊！蓝色七号反规啊，白色开边前波。头先边个蓝色边个篮板啊？头先睇下。我睇唔到，球正遮住咗。廿四号一个好靓嘅转身搏得一个反规。94号反规。四号四犯。換人，四號兩球罰球，第一球炒。未開之前完曬就，你啲人問。第四號第二球罰球都炒啊！藍色十一號嘅籃板，自己嘗試大波單都想大失敗啊！係啊，呢個緊張啊，暫停。暫停啊！暫停換人 ，OK。係犯規啊！誒，幫大家投。因為全場球證。27號犯規。12號嘅兩分坑加球 ，Amon 啊！兩分球，幾號犯規啊？27。佢27喎。嚇？佢講27喎，大哥。係，咁啊。你陣間仲入埋啊！球 Amon。幾號啊？十二。自己搶又冇啊！一號嘅籃板，白色一號籃板。8秒，5秒，一號奔波上。M1 係一球，自己上。獲得一球嘅 M1。哦，咁應該係七號啊，嗰個人打嘅籃板。蚊入埋啊！七號自己單刀入啊！
好快啊，速度，冇人拉到佢。不過我入去畢業咯，我四班啊。喂，就嚟一畢業證俾你啊！十二號自己啊！多，好正啊！三號俾。哎呀！七號籃板，藍色七號籃板。入埋啊！藍色七號籃板自己上籃入。都係啲護裝反潮啊！就係死之前。人之想，人之想死啊！平衡地，正正啊，系。我十七次第一个，争到上两分入啦，好精彩啊！自己喺度谂啊，用咗节操讲开段啦，平时定练练熟啲啦，真系。如果平时啲教练俾啲节操讲，大家要注意啊，啲系真人。我即系入啲啊，入啲啊，即系。藍色七號偷波，即係想偷波，七號，係，計計，我整翻識舉手板啦，快啲俾個拳頭啦，開邊前波，一舉手板就整三下，好大壓力到頭先，輸一成。三號做突破，哎呀！三號啊，唔夠力啊，明顯唔夠力啊，要出曬個手。自己隊友九號攞翻個波啊，但係出咗一個球，都係冇啊。三號籃板，頭先幾個邊籃板？三號之前係三號籃板。零零嚟嘅應該。哦，零零。一十分。三號。啊！你話上一球嘅籃板係上一球，再上一球嘅籃板好似係七號。七號冇七號啊！冇七號咩？哦，咁冇嘢啦，咁冇嘢啦。藍色繼續進攻啲藍色。藍色繼續進攻啲藍色。十二號自己啊！冇啊，但係成人嘅籃板。我三號自己突破上，可惜冇入到啊！隊友零零號嘅籃板啊，三號俾十號，回翻波俾出邊再做過啊！而家零零號，十號俾零零，一個跳投失敗咗，六號嘅籃板啊，白色六號嘅籃板，好收到。兩球罰球啊！六號第一球炒啊！我頭先守咗三球罰球啊，四球罰球，三球三球，預計啊四球，預測好似四球罰球。誒唔可以，俾隊友一號攞翻個籃板啊！藍色零零號嘅犯規啊！
咗先。肌肉嚟噶嘛？而家買錯啊嘛！之前好就好講買嗰只咁咩？買一隻嗰只高馬，買只高馬喺度。一號兩球嘅罰球啊！反式一號兩球嘅罰球。一翻去睇下二三二。一分鐘。呢球好多啊！睇。第二球手，藍色零零號的籃板，一個長傳 long pass， 十七比分一號，穩陣上啊，有啲驚啊，唉，男仔喺度差多點球啊，都唔夠膽起手，黑球先啊。十七號犯規。第三節。